从事中国古代寓言研究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，每一次我看到什么新发现，总是迫不及待的要与大家分享。当然，很多人就说：“拜托，你这些只是猜测，哎，你干嘛在这里浪费我们时间？”我要跟大家讲的，推背图除了讨论以前发生的事之外，每一个人做的都是推测。问题是，他们推测的有没有道理？而我不敢自夸，但是又不能不提醒大家，我从中国十大寓言一样一样的推，在这短短一年之内，不但推的很多事情似乎都有够一点边，也就是说，我不能讲自己讲的一定对，因为如果对了的话，那大概真的就是李淳风转世。但是至少我能在事情发生之前，先看出一个端倪。我指出来，比如说46项讲的是韩国瑜，47项我认为讲的是蔡英文，而后来一件一件事情发生，真的让人不寒而栗。就拿蔡英文来讲，不错，英跟文是再平常也不过的名字了。但是除了我之外，有谁指出这个英跟文以及他的绰号"白玫瑰"？也就是紫微星名的微字是在47项，而这47项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解不开的，也就是当时在3月份就视频里提到，好把旧书多读到，而在视频发表了之后差不多6个月，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就吵得沸沸腾腾，这件事情还没有了嘞，所以你可以说，哇，你这是猜字乱猜。你也可以说，看到英跟文就说是蔡英文，你算什么？那我要问你，除了我之外，有谁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就指出了最有可能的解释，而且提供给大家参考呢？所以今天也一样，我今天要跟你们讲，我认为我终于发现了古代寓言之中提到的反渗透法。反渗透法这件小事为什么会在古代寓言里头呢？我认为，因为这对台湾的将来，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很大的改变。而这也是同样的，我这句话不是没有解，也不是完全解错，而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我解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一句话，就是"秀士登紫殿"。红帽无一人，我想过名字里带"秀"的会不会是洪秀柱？那秀士会不会说他会被选到立法院？我又看到了吕秀莲要出来选总统，这个"秀"会不会是说他会当选总统？但是，一件一件都证明了我们猜的并不对。可是现在的话呢，让我指给你看，让你自己决定我讲的有没有道理。要把秀士登紫殿跟反渗透法连在一起，的确是不容易。不过，所谓藏头诗，就是把重要的信息藏在这些字里头。那你们现在来看，反渗透法的透，不就是有一个秀字在上面吗？同样，法也是一个士。至于紫殿，我查了，就是宫廷。或者我们说是民主殿堂，那有没有可能？那有没有可能说是反渗透法进覆二读，强渡关山立法院呢？当然，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是不容易了解。不过，这讲的是不是反渗透法，还有一个线索。你看到四海无内外，那不就表示渗透吗？至于"享福得安宁"的意思是正面还是负面，我真的有一点困惑。但是反渗透法强行通关过了立法院之后，红帽无一人，戴上渗透的帽子的人，是不是一个一个都得抓去关起来呢？当然，预言这种事，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讲法。说实在，我今天发现。我一直解不开的"秀士登紫殿"，居然可能跟反渗透法扯得上关系。
我自己也吓了一跳。但是接下来的红帽无一人，跟前面的四海无内外，倒不知道是压倒蔡英文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还是让韩国瑜盖棺论定的最后一个钉子。总之，这个法律不管是对选举，对台湾人民都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也许就是在推背图里藏的这一句，警告我们即将要来临的变局。我是王世云，也是神秘解码客，谢谢你的收看。